受到台风影响延期的2024基隆眷村文化节将在10月19号、10月20号这个周末假日热闹登场。今年以干妈点为主题，安排了特色市集、古早味闯关游戏，还有精彩的舞台演出。那现场还有跳格子等等小时候玩的，所以其实我们很希望把这种曾经的感觉，然后告诉各位的好朋友，透过这样的世代交替，可以让更多人知道，曾经我们有一个这个干妈点的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就充满了童趣，它的世界。少不了的当然是我们精彩的舞台活动，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曾经入围金曲最佳作词人的杨素浩，还有我们基隆在地的高人气创作歌手廖文强，还有传统的艺文表演。陀螺扯铃技艺表演，结合儿时的干妈点场景，欢迎民众这个周末假日一起到沙湾历史文化园区，走进时光隧道，来重温眷村的生活记忆。记者黄日升、陈淑平，基隆报道。